看它这个垭口是多少米、啊、然后我们在康定境内的话有一个观景平台可以正面看到它。我们现在呢是做了一个大概5天的行程，是环康定的一个小环线。其实我在这个上面很多地方都还写着具体点位待定，只知道我们会去到几个大的地方，像木格措啊、鱼子溪啊，然后新都桥，然后去看贡嘎雪山，这样比较大的点。但是具体到那里了还有什么在等着我们，我们能拍到什么，能玩到什么，就一切都是未知的。川西横断山脉区域很早就被评论为中国最美的地带，他们都说行驶在路上，目之所及皆是天堂。川西很多人已经去过很多次，而这一次我们的暑期旅行线路推荐，我们想拍点不一样的，玩点小众的。既然要深入川西腹地，我们就一起做一次小众秘境玩家，5天时间一起去探访近10个隐藏在天堂角落的神仙秘境和人间烟火。早上起来发现康定居然下雨了，但是我们就要在这样的微风细雨中开始我们康定小环线的旅程。第一天的行程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开启了，虽然跟预想的风和日丽有很大的出入，但是出发的心情太过于雀跃，雨中雾蒙蒙的山川河流也变得可爱起来。这次的环线我们没有选择常走的318线，而是反方向行进，从省道434一路自驾一路向西。然而车行一半，因为一个路牌，我们临时决定改变目的地。太弯了，中路上在那个弯东北的这个弯，它主要是这种全是这种大回旋弯，你说弯小一点还好一点。陡峭险峻的山路仿佛没有尽头，来回曲折。因为对世外桃源一时兴起点燃的情绪渐渐变为忐忑，从主干道上山的路狭窄弯曲，如果你们要来，记得开4驱车上山，建议由经验丰富的熟手司机驾驶。一路的颠簸过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山顶。哇，我们现在是到了一个你看叫做世外桃源的地方，这个地方确实是在像神仙居住的一样，往这边看的话就是一片清幽翠绿的群山。而我给你看我们来时候的路，远处那些非常小的弯道就是回头路，打折的地方就是我们上来的地方。而我们来到这里一共经历了大概有20多条隧道，大概有几十道弯，才来到了这个云雾缭绕的地方。一会儿穿过这个隧道，不知道色龙村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走。景村的唯一通道便是眼前这条幽深的隧道，对于世外桃源的兴趣也因为这条隧道变得更加浓厚起来。中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一篇课文叫做《桃花源记》，陶渊明在其中写到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不知道我们穿过前面那个微光的小孔，
的花海，顺着这个路走到了半山腰的位置。我身边呢全是一些民宿群，都是非常这种古朴雅致的一个藏式的建筑。刚才跟村里的老人闲聊，他们告诉我整个色龙村一共只有38户人居住，但来到这里刚好卡到饭点12点，我们去找找村里有什么好吃的。奶奶，村里哪里可以吃饭啊？来头有人住啊，那边有人住的地方可以吃是吧？好，谢谢。有人住。好，谢谢谢谢。走，吃饭，吃饭，快点，可以吃饭不，老乡？可以啊。不可以，我不是这里。我们在哪里吃啊？哎，我们在哪里吃啊？随便弄一点就可以，就这吃可以。就在吃，就在这儿吃啊？真的随便找的一家啊？随便找一家。这是干啥的去？哇，好香啊！这些都是山里的食材。好，我们看到中午的菜都是山里的原始的食材，都是一些野菜。这个是他们自己种的土豆，这个是山里的老腊肉，就是有点肥，我是吃不了这么肥的。在色龙村，吃是一件十分随性的事情，村民自己种植的蔬菜，山里采摘的野菜，应有尽有。现目前还没，我们正规的管够不了，管理不了，晓得不？你用哪家子喜欢吃，哪家子去订。哦，就只能订农户家里的饭菜。啊、对，是这样的。还是比较原始的，还是要需要下一步再继续整合一些资源，再把它做。下一步就要统一管理。在村子里闲逛可以随性自由，如果有小朋友随行，还可以在此休整一番。在色彩暖暖的藏式小屋，静静享受安宁与惬意。村子里有很多民宿，独具特色的藏式木质结构的房屋，环境和条件都还不错。每家每户门口都种满了鲜花，街道房间都干净整洁，清爽舒适。色龙村打完牙祭，收获世外桃源这一个美丽的插曲，我们继续沿省道434出发，要去的地方就是康定情歌的发源地木格措。欢迎大家来到国家4A级旅游景区康定情歌木格措景区参观游览。从景区大门到圣湖需要乘景区观光车，巴士沿着山路一直开到木格措湖边，全长约18公里，车程25分钟。这里是我们到木格措的第一站，它叫做木格措的圣湖。你们都听过《康定情歌》吗？里面唱到跑马溜溜的山上，其实很多人都只知道跑马山，而溜溜山啊也是一座山，它就是在这边的这一座山。那这里呢就是整个木格措的景区最核心也是最有名的一个景点。只是今天康定城的雨好像已经飘到了木格措，来这儿的时候天气不太好，如果你来的时候正好是一个好天气的话，你就能往前望出去，我们正对面的地方你就能看到贡嘎神山。木格措在藏语里的意思原始而野性，叫做野人海，也名大海子，是川西北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这里海拔3700米，四周有群山森林，红海、黑海、北海等几十个小海子围绕，犹如众星捧月。我们现在游船登陆的位置呢是红海草原，沿着这个木格措圣湖的这个步道往那边一直走，就可以去领略一下这种高山草原独有的一个魅力。一段旅程好像总要有点意外才算完美。接下来我来解释一下我们碰到的意外。
Hello， 早上好。外面的雨下了整整一天，还是没有停。昨天我们不是去拍木格措嘛，然后到一半的时候，我们从山顶往山下拍，刚刚把山顶的湖拍完，就开始下暴雨，而且一直没有停，所以导致我们后面的拍摄和行程全部中断。但是当然大家也不必遗憾，木格措最好看的样子一定会给大家看一看的。本来下午的时候我们还计划了一个非常小众的景点，而且非常的漂亮，它就在康定去往这个新都桥方向的这条国道旁边，叫做红海子。但是也是因为暴雨，我们赶到那儿的时候雨一点都没有停的迹象。其实这个季节来这边康定这边的话，碰到这个天气是很正常的，它的雨季啊，就是阴晴不定，所以大家来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当然如果你是在七月份之后来的话，就不会有这个困扰了，因为它的雨季就已经过去了。那今天的行程呢，我们还是希望等这个雨停之后先带大家去看一下红海子，然后再继续我们往新都桥方向的行程。因为一场雨慢下来的行程，让我们不再匆匆赶路，而是学会了接受和享受在路途上遇到的一切。淅淅沥沥的雨水把道路两旁的青山清洗得更加翠绿。说到这里，应该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434省道，这条最美的路在康定至新都桥途中。康定到新都桥有两条路，一条是翻越这多山的318国道，一条是434省道。434省道车不多，在摄影师心中，这条路是拍摄公路大片的最佳道路。省道旁边有一个位置绝佳的牧场，叫做龟山牧场，牧场主人是一个潇洒的旅行家。你们这个地方完了之后是只有这一个固定点位，还是其他地方也有啊？有，我见了好多，然后我的每一个店都在村子里的第一家，就是没开发的村，就是以前都没有人去做的时候，你就在做这个民宿啊，做这些牧场啊之类的了。这个村我们是第一个外地人。第一个外地人，您是哪人啊？我们是第一个过来开设的。为什么想在这儿开啊？感觉这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因为吧，我们是做小众旅游的，这些线路我们在十年前就带上来了。老鸡叔叔的牧场是他的父亲一砖一瓦亲手搭建的，因为喜欢这个原始纯粹的环境，便在雪山和青山对面架起一座秋千。牧场有两只可爱的狗狗，对游客非常亲近。暑假时光漫长，若您不着急赶路，一定要到这里小小停留一下，面对这座山谷，逗逗小狗，荡荡秋千，烦恼似乎在摇摇晃晃中晃荡一空了。从龟山牧场再继续沿山路出发，便开始了海拔攀升的阶段。而当山顶漫山白雪骤然出现的时候，面对这片震撼，您只会发出一声惊呼：哇，这也太美了吧。在昨天的时候，被雨雾遮盖的一片山脉让我们心心念念了一天都没有见到一点雪山的影子，而现在当我们翻越到一座山顶的时候，发现漫山遍野已经被一片白色所覆盖掉了。现在这里的海拔是在4110米，而我们要顺着这条路前往塔公草原和新都桥的方向。那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将做一个短暂的停留。你看那边有马儿在悠闲的吃草，它们脖子上的铃铛发出非常清脆悦耳的声音，而我们就坐在这一片冰天雪地之间，静享大自然的静谧。如果您想在六七月还能看到雪景，那只能来川西的高海拔地区了。龙哥，我们的情书续集。骤然下降的气温会让您觉得自己正在进行一场穿越，从绿意盎然的夏到白雪皑皑的冬，只隔着
一座山的距离。顺着冰雪的方向啊，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山顶上。在山上啊，有一个静卧在山顶非常宁静的海子，当地人把它称作是红海子。在这里呢，是属于一个还没有被开发的景点啊，因此呢，大家到这里来需要导航到一个叫假虾辣的地方，然后顺着一小段的山路，你就可以见识到这种非常原始非常生态的美景了。时候啊，我们是来到了新都桥镇。那现在晚上时分，我刚才是在路上一路在做攻略，找到了据说是当地排名第一的一个藏餐，就是我前面这家，你看叫做手足善堂。其实门面来说的话，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好像有一点一般，但是我告诉你，一看这种店面，它的味道一定稳了，因为越是这种其貌不扬，里面越是大有乾坤。要想吃到当地人开的正宗的藏餐，一定就要来这种小店。我们进去看看，走。老板，你好。你好，我们想点一下餐，有什么特色推荐吗？有的。您可以坐这儿给我介绍一下吗？好的。我们这边有个手抓牦牛肉。手抓牦牛肉。对。这边都是所有菜都是藏餐的那种是吧？不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早餐，然后中餐、早餐结合的那种，西餐呢是结合。藏餐，我们想吃藏餐。好的。然后手抓牦牛肉。牦牛肉。烤排骨。我想吃那个酸奶的那种。酸奶有的。这边有个糌粑酸奶，糌粑酸奶是吧？这边有个野味酸奶，然后这边有个奶渣冰，奶渣冰是青稞冰，然后青稞冰里面加一点奶渣。有蔬菜吗？蔬菜有。上快点。好，谢谢哦。手抓肉。哦，谢谢。是小店暖色的灯光在夜幕下衬托出了一股温馨的氛围，似乎是食物的美味驱散了赶路的疲惫，朋友们的把酒言欢，分享旅途中拍摄到的美景和收获的感动，好像从看到雪山开始，运气也慢慢变好了，这让我们对于明天的新都桥之旅更加期待。天色渐晚，让我们休息吧，今天就到这里了，晚安。康定出发，一路向西到达新都桥，两天的旅程让我们认识了有趣的人，看到了惊喜的美景。川西小环线的行程过半，不知后半程我们还会收获怎样的经历呢？明天的美丽乡村暑期特别节目，我们将继续探秘。走进美丽乡村，体验诗与远方。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见。